20万，我考虑考虑吧。 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留这钱干啥呀？难道用来买墓地？你们徐总，穿金又戴银。你们徐总，你们徐总。 他却没有好身体，趁着年轻为自己考虑，不为自己考虑。那大宝上幼儿园需要司机，当司机得有车，有车就得看。咱们周末有时间，媳妇陪我去看一看，就只是看一看啊，只是看一看。 看一看，就看一看，媳妇让我看就行。谢媳妇睡了，真闹的，神经病。 这次没喝好啊，下次必须好好再喝一次。 下次我们常约。好了，期待与您合作。等您联系联系。<笑>好，我先走了。你家住哪儿？我送你。不用了，我自己打车走就行了。上车吧，晚上不安全。谢谢。 行，先走吧。导演，开心点，别纠结，加油。你也加油。我走了。Peter 那边抓紧时间对接。 争取2周之内把合作敲定。 OK。 说了吗？多休息，怎么又在这看手机啊？看你的朋友圈呢。看我朋友圈干嘛呀？你直接管我要相册不就得了？你别玩了，放下吧。人医生说让你多休息。
你有点夸张吧，带这么大个箱子。这就是一些生活必需品，我就拿了点。这个我怕你冷。我跟你说啊，根据我这个长期游戏的经验，你如果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它不动，你这个颈椎啊腰啊这什么都受不了，你就算躺着也不行。我特意给你拿这个来试一下。慢点啊，慢点慢点。真的很舒服。你看，我一点不跟你吹啊，就这个你戴上36个小时，你一点不会觉得累。嗯，舒服。这还是电动的，我这一会儿给你弄。这是你平时如果想坐着累了，这可以垫腰的。还有这一个橡胶枕，比你那枕头舒服。哎，最厉害的是这个。这个。平时你不是中午睡觉总怕阳光晒吗？然后这加湿器又吵，这个你看。这是又遮光又隔音，一举两得啊！你看，你说话了吗？你说话。好像佐罗。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佐罗。你说什么了？佐罗。啊？什么？没事。你看，好使吧？嗯，这个我太夸张了吧？你觉得丑啊？嗯啊不不，就丑，就挺丑的。瞅瞅我还有个这个，这个，这是一个降噪耳机。我吧，我发现你平时你睡觉你特别浅，很容易就醒了。这你戴上，你睡觉的时候什么都听不见了。我说话，能听见我说话吗？我说话能听得见吗？哟，好棒哦，真听不到呀，神奇。用到了吧？啊，真棒！果然人一生病就容易变傻。这是小骗子。儿子。啊。谢谢你。客气。干嘛呢？完成不了，看着难受。你可千万别放弃啊，我这都累计跑了几万步了，你给我清零可不行。能，计划改变，目标不变。陈阳同志，希望你可以自觉跑步，自觉早睡早起。我可太自觉了。你呢？你们新老板能放过你啊？能紧着你完成咱们的 KPI？你听说过总部有这么个人吗？太奇怪了，说来就来，谁也不认识。上头有什么事儿都让你们知道了，那不乱套了？不结婚没日子不好过。但没事儿，就没有姚薇伺候不了的主子。许文呢？啊，我一会儿去看他。嗯，听说好多了，干儿子也破冰了，也算是因祸得福吧。嗯，那还不错。不过按他的性格，估计歇一阵儿就得回总部报道了。那肯定得啊，那可是他心心念念的岗位。吃完饭把这个喝了。今日活力 KPI 是吧？吃完了。再来点。啊？
放手可以。请进。刘总。安总。坐。啊。刚沏的红茶可以吗？可以呀。我是新来的，在商务部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请教你们。我看了统计报告，公司的业绩主要都是靠你和姚薇一点点打下来。按理说，你们比我更适合这个位置。哎，谢谢。公司突然给你们空降一个 so called 的总经理，我想你们都会有想法吧。公司这样安排一定有公司的道理啊！我和姚薇现在都非常满意这样的位置。我之所以来这么着急，也是总部的临危受命，我不会待太久，但是我会在你和姚薇之间选出一个最合适的人，接替许文总的位置。嗯。不过，昨天我和姚薇有聊到过，对于雨果内部人员的一些看法，你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大概也知道，你生活中出现了一些状况，这件事对公司也造成了一些影响。你放心，我很 open， 我只看结果。所以其他流言蜚语我不会关注。刘总，我没有听明白您刚才的意思。您是说，姚薇跟您说了一些我的事情，然后他现在也有了一定的想法，也可以这么理解。不用担心，我不会从任何人口中去了解一个人，我只相信我看到的。能看得出来，安总是个会接受挑战的人，这点我和你一样。今天我们的谈话，我希望就我们两个人知道 ，OK。嗯，没问题。你慢点，走，往上也有坑。薇姐。嗯。我往下走。哎，你猜我看见什么了？麦克在病房里面跟徐总玩自拍呢，哎呦，徐总这回真是守得云开见月明，这次用得好，是不是？是不是？嗯。商务客户的那个报表啊，一会儿发我邮箱啊。新项目，动作够快的。我办公室来一下。哦。姐。去的。我错过了什么我不知道的吗？不知道。不知道。在这儿呢，这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啊，我就是说那个，这都挺好，都挺好就行。我男主备选呢？咱这吧，你看这大女主戏，咱先把女主定了，是吧？还是宁宁这条件是不错呀。这一看就一张顶流脸，是不是？你看，这么一打，就咱这个类型的片儿啊，真应该捧点就年轻演员。你像现在这第五代导演，哪个没捧出几个女郎来？就宁宁，以后就叫梁女郎，
凉不太好啊。程女郎，你吧，把桃桃拍好了，那不算本事；你把宁宁拍好了，那才是实力。那格局高点。我也没说不用的。啊，是，那用就好，用就好。你要说格局，宁宁是现在咱们所有人里格局最高的，是吗？他说他不想来。啊？他不想因为小马的关系来。这什么格局高啊？这是太年轻。那你说演员玩的，那就是条件、实力加资源，缺一不可呀。那想啥呢？这每年多少人往咱们这个行业里涌？不出半年，就他在你那个综艺上的热度，那肯定就消耗没了。到时候能有他啥事儿了？不来也得来。找，你放心，我只要把这两个女主角合同我一盖章，我肯定给你找一个满意的男主角。嗯，你高兴点。今天晚上不要安排其他业务，7点地址发你。今天这件衣服很衬你。来了，坐。这也没有别的客人了。啊，这家店的老板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们俩也是老饕客了，之前他的店开在宁城，我们经常一起喝酒吃鱼生。后来他跟随夫人来到静海，店就开在了这里。最近他出去旅行了，就把店关了，专门留给我。那是老板生活挺好的，还挺自由的。不一样的境遇，不一样的基因，走出不一样的路。像我们这种选择了在职场上厮杀的人，就注定只能过狼一样的日子，而不能像鱼一样。哎，这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你还没洗手呢。你好，欢迎光临，请问需要点什么？我想要这个，我想要这个。小迪想吃这个大蛋糕啊？嗯。那你得先亲我一下。好了，阿姨给你买，好不好？嗯，包起来吧，这个蛋糕。不用吧，而且这个也太大了，让他吃太多甜食也不好。孩子想吃呀。我想要这个，这个上面有小王子。小迪听话，这个有点太大了，等你过生日的时候爸爸再给你买这个，今天先买个小的好不好？好吧。爸爸，那能说好喽，我过生日的时候一定要见到小王子哦。没问题。小迪要过生日啊？什么时候啊？这个月的27号。
哇，月底就要过6周岁的生日了。嗯，那阿姨给你办个生日宴，把你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请过来陪你一起过，好不好？嗯，好。安心，那会不会太麻烦了呀？不麻烦，交给我好了。小迪呢，马上就要上小学了，这是他最后的在幼儿园的一个生日，对不对？我们给他好好过一下，行吗？嗯，好，都听你的。快吃吧，放久了味道会变。不等客人了吗？什么客人？您今天约的人呀。我约的人已经到了。啊、哦，就我们两人吃啊？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没有，没有。不尝尝吗？嗯，不错。只是不错。嗯，那我再想想啊。垂涎欲滴，这让你满意吗？你知道三文鱼是怎么洄游的吗？我在加拿大的时候，那年刚好是三文鱼洄游的季节，他们每4年洄游一次，去经历他们的余生。当他们还是小鱼的时候，就要经历被天上的鹰、水中的鱼吃掉的险境。接着，他们要在太平洋里环游一整圈，经历海洋中更加险恶的捕捉，甚至是人类的打捞。真正壮观的是，他们到了河口时，不得不逆流而上，不能停下来吃任何东西，24小时浪上游，直到游到目的地。我特别欣赏这种使命感，这种生命状态。嗯，鲍勃总真是学识渊博啊，确实是。我的意思是，我很欣赏你。因为什么？不应该吗？你的部门在你的带领下完成了几个亿的 KPI， 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这也是我们整个团队部门合作的结果呀。不过最近我也听有些人说了点你的微词。微词？我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准备备孕。对啊，我确实一直在准备。虽然说现在已婚未育女性会遭遇到很多区别对待，在职场中生育也可能会成为限制女性的隐形天花板。我见过太多女员工了，就是因为怀孕丧失了晋升资格，就算回到了工作岗位也可能会面临雪藏或者冷落。但是这是职业女性的权利，最基本的权利而已。我在备孕期间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我今年所有的 KPI 都是在我备孕的情况下完成的。所以鲍勃总，我觉得这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三文鱼洄游的故事是一样的。在职场中，女性需要面对巨大的困难，她们需要逆流而上才能够到达她们的目的地。这是一种独有的生命状态，他们不一定完成不好。所以我也希望您能相信我。很有魅力的。啊？我是说，我很支持你们职场女性生育，我也非常欣赏看好你。
你和安心之间，我更希望未来你能接替许文总的位置。其实关于兼任，许总找我跟安心都已经聊过了，我们都听总部的。选择听总部的，我并不觉得是什么明智之举。你不努力，别人会努力；你不发力，就是等于别人在发力。那您刚刚说的那个对我有微词的人是谁啊？你这么聪明，会不知道吗？一个环境里，能称得上竞争对手的人，可并不多。安心，至于今天专门为你做的。安心这是名不正言不顺，急着给人当妈去啊？还当得特上心呢。我姐还给刘姐打电话了，问怎么办生日会，估计这会儿啊给人筹划生日会去了。生日会？他爹我过生日没见他这么上过心。哎，爸，我跟您说啊，您甭管也甭问啊，他奉献他快乐，您别扫了人家的兴啊。我不问，到时候去一帮人，人有人问他。你是这孩子什么人呢？那至少是个女主人呗。谁给他女主人的身份呢？那当家做主得合法合规。还合法呢？来不及了，人家已然是先斩后奏。你至少见家长的流程得走起来吧。我得让他带着陆泽宁来见我跟你妈。哎呦，您都跟他见多少面了，这事儿还较真啊？那能一样吗？之前是我见他，那是他见我吗？你姐呀，净干这腰杆子挺不直的事儿。见，必须见。回来了。你这造型很达标啊。那是，虽然计划表已经撕了，但是计划早已印在我心中，得坚持打卡呀。哼，不像你制定了计划，最后约束我一个人。谁说的？你说这都21世纪了，中药怎么还不甜呢？哪有糊口呀，要中药都是甜的不都抢着喝了吗？那不就乱套了。这就是伪造的造物者为了屏蔽我们这些愚蠢的凡人做出这样不可控的行为。病假齐驱。我可干了啊。真棒。老公。
我怎么觉得这药效起来了呢？没这么夸张吧？我觉得有点燥热。那我也燥热。你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洗脚水太烫了？我不这么感觉，我感觉你今天特别性感。我泡个脚就性感了？能不能好好的？我好好的呢。我俩多久没见了？是不是该来下子了？老婆，我已经准备好了。你穿鞋啊？先生、女士，上午好。今天是来看车吗？是。请问有预约吗？没有，还得预约 啊。没关系，我叫马潇，那就由我带二位看一下。谢谢。之前有了解过吗？了解一点，但是不多。如果您对空间有要求的话，我更推荐您这边这款。这个会不会贵不少啊？看你不花钱，咱怕啥？有时候看着跟体验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上来感受一下。体验肯定不一样。老公，还真别说，是不一样哈。这空间大不少。其实选车跟选伴侣是一样的，都要朝夕相伴。你看，咱也不能天天换车，是吧？一定要选一款自己最喜欢的车。这款车多少钱啊？40万。40万。下车，40多万。谢谢啊。其实家里人多的话，这款车空间更大，也会更舒适。是。如果您诚心想要，我们可以旁边具体再算一下。算一下。这边请。算一下。40多万。聊聊干啥呢？你聊聊干啥呢？那您有什么意向，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好，谢谢谢谢。二位慢走。好。哎呀，曾经沧海难为水，感觉看完这辆之前便宜的，咱还看不上呢。所以啊，才要认真挑选嘛。媳妇儿，你是不是也感觉这辆车还不错？不错是不错，也贵呀。哎，媳妇儿，哎，我合计吧。就咱俩现在这个发展势头，那走上人生巅峰指日可待的，所以是不是可以搏一搏？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走，咱们现在就回家搏一搏。我说真的，你孙老公，我觉得吧，咱兜里有多少钱，咱就干多大事儿，加加班呗。这张脸呀，怎么看都不像原版小王子脸哦。怎么说呢，也不是完全不像。不行，再来一遍。
你做这张脸都做了十遍了，都已经需要完美。叔叔，接吧。听说你就要拎包入住，进门当妈了。爸，我就是不想跟你多说这些事情。一说起这事来，你就阴阳怪气的。我在忙啊，挂了哦。忙什么忙？忙就不让我说话了。我们这当家长的关心你，你不能老有这么大敌意啊！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流程总得往下走吧？你什么时候带着陆泽宁来见家长啊？你不都见了好多回了吗？光见我行吗？那不得见见你妈呀？你什么时候开始听我妈妈的意见了？就这么定了，今天晚上我们等你啊。哎，爸。见不见？见，必须得见。来，我们把这儿弄完。两侧都有卵泡啊，左边六个，右边七个，你这个各项指标都挺正常的，恢复挺好的，不用太大心理负担啊。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备孕啊？就是正式要孩子，这个月就可以了。赶紧回家抓紧吧。别提了，我觉得我跟陈良都已经适应室友生活了。室友，这好兄弟。身上不兄弟你懂不懂？就在一个屋里面生活，互相扶持，互相照顾，就是互相不碰互相的那种室友。那不行啊，估计你们俩在一起太久了吧？你想个办法，给整点新鲜感呢。怎么整？整个容？哎，对啊。你可以试试这个，玩的够瘾，嫂子。那你以为咱仨孩子怎么来的？一个人情一点的利剑，我帮你下单，这家就在静海，下午就能送到。嫂子可以啊，哎，哥哥好幸福呀。你看看妈烧的这鱼。哎呦，哎，刘姐，你歇着去吧，这都弄差不多了。好的，妈，那我歇会儿啊。慢着点啊。哎。姜还是老的辣呀。哎。行，慢点啊。哎呦。都准备好了？好了。六点多了啊，人还没到呢。路上堵车吧？堵车？我看就是他不上心，第一次来女方娘家，那应该提早准备啊。你看我妈，一大早就开始做饭，准备那么一大桌子，哪有让我们全家等他一个的道理啊？哟，来了！哎呀，哎呦，来了来了，来啦！哎呀，回来了！哎，妈来了！请进。想姑姑了没有啊？想。叫陆叔叔。陆叔叔。你好。这是陆叔叔给我们佳佳买的礼物。快谢谢叔叔啊。谢谢陆叔叔。不用谢。来来来。慢点。来了啊。来。
哎，叔叔，慢点啊。叔叔阿姨，我听安心说，您二位爱喝茶，这是上好的岩茶跟燕窝，您二位尝尝。收下吧。你看这还客气什么？能来就挺好的。你看这花不少钱吧？哎，应该的，应该的，阿姨。谢谢。弟妹，哎，这个是给你的。谢谢啊，谢谢。哦，还有这是阿阳的。您太客气了，快先坐，先坐啊，先坐。阿阳，干啥呢？坐。姐夫给你买的，怎么就叫姐夫了？真是逗。看看，我不要。送你一块表。佳佳，早吃饭了啊！快点，快点。差不多。姐夫，不是我说你啊，这礼物也太贵重了，我不好收啊。没事儿。叫哥就行了呀，叫什么姐夫乱叫的。叫你收你就收着，谢谢姐夫哥。坐坐坐，好。哎，叔叔。爸，你少倒点啊。酒品就是人品。